年来，辛巴越发高龄化。48岁的黄贯中与蔡一智，还有即将为人父的钱嘉乐，都早已过了生育的最好时机。然而，最令人佩服的还是51岁的刘德华，让人感叹天王果然是天王。与上述四人相比，还算年轻的陈小春与应采儿结婚将近3年，一直未有喜讯传出，但两人想要宝宝的心情人人皆知。去年春哥戒掉烟酒，采儿也是减少工作量，全力实施造人行动。新年伊始，好消息终于传来，日前小春在微博发图，似乎暗示着采儿已经有孕在身，自己将晋升人父。据悉，一直未有动静的两人求教高人，经指点，两人大做善事，不仅寄衣物到贫困灾区，还将收集来的2手衫放到淘宝上售出，得来的善款全部寄到贫困地区，帮助在读的学生，以此来博得上天的垂怜。应母更是到寺中祈祷早日抱得外孙，想必是善有善报，终于感动上天，让两人幸福越加美满。上百位搞笑牛人带来属于网络的欢乐才艺，这是优酷为您带来的《我是传奇二欢乐集》。